你好啊，过年的咱俩都出来露个面吧，好吧 ？OK。老许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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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着，我蹲着有点不合适，那。咱们还是老规矩，可以吧？我们打一把过程，好不好？过程的话就是跑步吧，好不好？跑步啊 ，OK， 打把过程玩一下。结尾的话就是，结尾上50个深蹲吧。50个深蹲啊？嗯，好吧。OK， 来吧，闭麦吧。好。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把 PK， 大家众筹一把，谢谢。谢谢老哥，感谢老哥，谢谢。谢谢少红哥，感谢少红哥，谢谢。谢谢神灵哥，感谢玄金哥，谢谢。谢谢各位大哥的小丁丁，谢谢。365天，没有一天可。二管 PK 前先送祝福 ，OK， 忘记了，等一下我补上啊。欢迎长光哥，欢迎长光哥，长光哥你好，新年快乐。我是午夜 DJ， 感受我的 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谢谢新明灭哥，感谢新明灭哥，谢谢。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谢谢长光哥，感谢长光哥，谢谢。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在睡醒，睁开双眼，戴上我的 iPhone，LV 包包背在我左边。我是午夜 DJ， 感受我的 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谢谢838哥，感谢838哥，谢谢。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 ？Hello baby，I'm DJ， this time with me feel my music， 一般 DJ will love me， come on together go to party， 不过我是一位午夜 DJ， 你是否愿意帮我体会？欢迎海燕哥，海燕哥你好，新年快乐。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如果我是 DJ， 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如果我是 DJ， 是 DJ。
谁，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如果我是 DJ， 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如果我是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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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DJ。感谢五三雕哥，谢谢啊。谢谢海燕哥，感谢海燕哥，谢谢，谢谢老乐哥，感谢欢乐哥，谢谢，啊、谢谢海燕。啊，老松哥，感谢老松哥，谢谢，谢谢新敏妹哥，感谢新敏妹哥，谢谢，谢谢欢。谢谢榜。
谢谢星明灭哥，感谢星明灭哥，谢谢。清风明灭哥，谢谢。长空哥，谢谢长空哥，感谢长空哥，谢谢。快乐哥，谢谢快乐哥，感谢快乐哥，谢谢。海叶哥，谢谢海叶哥，感谢海叶哥，谢谢。谢谢五三幺哥，感谢五三幺哥，谢谢。感谢高玉大哥对马文的支持，谢谢。哇，太开心了，这么多大哥支持啊，感谢各位大哥，感谢各位家人们，也感谢各位点赞的家人们，感谢各位刷星点小星星刷小星星的家人们啊，还有各位陪伴的家人们。干啥呀，对面大哥，这是不过了是不是啊，大过年的你不能给老许留点脸面吗？就对面大哥来给点医疗费，不给医疗费不做了。哟，开麦了没有？开麦了，开麦了，老许，老许好实在啊！哎呀，我的神啊！我给你要医疗费了，还实在呢，我。给医疗费，累死我了，快买个创口贴，哥。对面那么多主大哥，每个人来个跑车，给点医疗费。不给医疗费不挂了我。谢谢小布丁。老许，我们这边是众筹的，不是拿一个大哥上的大票。鬼信你！你看我们这个边的票嘛，看是众筹的还是单独的票？祝你一路畅通啊！祝你越做越好，春节快乐！嗯，好的，元宵节到时候一块聚聚。嗯。啊？啊 ，OK， 好的。到时候下了播私信私聊，到时候一起聚聚。我过几天可能又要去闯矿。嗯，好，可以。嗯，好的。等我拍啥来，进来看了呢。日落长河，这就是大哥们支持阿广的见证，谢谢各位大哥，太感谢啦。这个不，这个医药费不能自己开口要啊，我从来没要过。龙大哥、大哥、大姐、兄弟姐妹们，在这除夕之夜，祝大家在兔年发发发大财！谢谢家人们的团结。海叶哥，我有个问题问你，海叶哥，我那个看我们直播间还是才刚进来啊、哦，海叶哥，谢谢袁君君的红包，谢谢袁君君的红包，谢谢啊！海叶哥，看我的视频很长时间了吗？海叶哥。还有一个看视频，还有一个看视频来的，你看我视频的时间长多长呢？还有一个，老挝的苗族也从中国过去的，要把他们当家人看待。嗯，是的，是的，团结一致，团结。
感谢我们的清风明月哥，祝清风明月哥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一路长虹，阖家幸福。李子文字，李子是看教授的黑粉评论开始的，李子看了有没有两年了。好的家人们，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今天是过年的，我们来玩个游戏。传说门好像是可以有点引流吧，然后还有点音浪，好像是的，还有一个。家人们，我们玩个游戏，我们是让一个妹子蒙住眼睛，然后另一个妹子牵引她去摸妹子们的鼻子，让她猜，摸三个人，猜到是谁。猜到了就有，今天就不发红包了。猜不到就是有三个选择，猜不到就是第一个就是，上才艺，新的才艺，这个才艺但是没有在直播间表演过的。然后第二个选择就是在脸上画胡子之类的，用口红。第三个选择就是真心画，问他三个问题，都要真实的回答。好的，彭刚兄弟，我们先玩个游戏，等一下啊。好的，我们等一下放那个背景音乐。我们玩个游戏，让他们猜猜妹子们是哪个。你在发西巴的，发西多的，发西巴的。等个白。我们玩个游戏，家人们。感谢清风明月大哥。勺子，我是无意中刷到阿广的视频开始的。好的，勺子，你看我视频多久了，勺子？边讲边讲边讲。啊，对，我们让他们让麦西引导彩彩妹来猜。不能慌。没买火了，是今天的你。哎，错了一个。
不得病。他插对了，但是他第一个猜错了。全错了，全错了。嗯，待会儿。那个，他这个错了，错了。阿乐还那边两摊了，要摊老婆，错到摊了啊！那个，摊两个的话，退退。大妹妹了，大妹妹，大妹妹了。大妹妹退了。嗯。你这知道什么？摊摊了，摊了。大妹，快退呀！再把那边的你过，边的你过来，边的你就摊了，摊两个来。这我们不能提前公布。喂，胖哥也问彩彩妹有几个男朋友了，彩彩妹说四个。OK, 我们再玩一遍。刚才那个Lisa问彩彩妹多高， Lisa彩彩妹说的是144。Lisa问的问题啊，大概一年多。换桌一停的恭喜新年个可以。阿广闷着眼去摸才有看头，那阿广摸。应该阿广去摸，阿广要大方一点，高一点看头，阿广亲自下手。嗯。我们现在让他摸完才说答案，不能让他有这个警觉。阿广去气氛就下来了，别松了。应该阿广摸手猜人。啊？调子退了吧，面吧。对面那个大爷 OK。啊，全猜对的应该给红包啊。就是我们这里不能知道能不能给红包。退退了，给三个红包。我靠！快拎的，三个。哎，快被江波，江波这样点的吧。嗯，来。啊、OK。这江波没看，江波看看，看看。嗯。快不加点力，对吧？来。OK。那明明。
还有啊，啊、哦、有啊，还有、啊。又玩怕、啊哎、他说第一个问题，他说 我第一次和 女孩子在哪里，我说在旅馆。冰的他们打的比比掉还洗高冰、他说我第一次跟那个女孩子是多少岁，我是19岁。啊教授今天晚上这么好的机会不要错过了，感谢云君君的云大哥的红包，大广上了，摸个手应该没事。我摸了，我刚刚在不错，欢迎阿广，只要插的对录下来，我摸不出来啊。唐薇外面。好松喷剂，个红包啊 ，OK， 默恩。好的，他说能不能明天给个红包？我说好，可以。那你说说。我不是来呀，我不进。不来。要不不是来。快别人，我不是来。没来，我有包。有谁？他们包是来的，快点，他说我这个猜的水平太低了，出了三个。教授搞成了真是哎，教授的 A 加密堆堆，他说我一摸到胖 A 的手就猜出来了，一下子就说是胖 A， 小心蝴蝶效应。麦西的地位还是不杠杠的，他们上个才艺吧，就是把 A 放下，估计全错是有可能啊、哦。
三个才艺吧，三个才艺，跳个舞，你们三个人跳个舞吧。叫拜师给我朋友给你唱歌。嗯，没呀，啊，如果拜师。谢谢小布丁的小星星。李子王子，帮我买一根泥沙的头发，拜师的一滴眼泪。胖爷的手骨架比较大，很好猜。谢谢八三八哥。